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一场呢是网友在我那边留言有推荐的，说这一间是新场，然后在一间丁丁药局的对面，然后这边是位于大概仁武的这边附近。然后我们进来呢，有看到这个应该是场主，上面有挂了一只超大只的乔巴，说条件是这样子，全场夹出75样，然后就送这只乔巴。乔巴，整场75样，太多了吧？其实75样，然后我看这一场，其实这一场那个杂物台或者是生活日用品台75你就把它就全部靠枪位就有了。但是我们没打算挑战那个，有点太多了。那我们就来这一场，反正是新场嘛，来这一场稍微打一下，看这一场好不好玩，然后来这边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随便打。你看，好比说75样，你就打这个啊，娃娃有没有？然后这边，然后扩香啊，然后香水随便。对啊，不然就打这个科学面啊，科学面这样子多少？保价多少？130呢？哦，怎么这么贵？我去买一包的比较划算。怎么这么贵？我以为那个哦，我原本想说我找到一个 bug， 我想说科学面这种10块钱的东西，它可能保价30-40，那我就把它整台清掉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就可能就拿到75样了。但是算了，我们就试一下10块好了，科学面。哦，他保价130合理，合理。哎，这条是命呢。哎，我们加2包，然后这个你再试一次，有没有过期？哦，这新的，这全新的，刚新的，这新的。10元1个。这左右把它全包包到底啊，还有爪套。甩翻？不用不用，就它这台就是你就一直包到底啊，不要二手这样子，因为它有爪套。它10元也是赚呢。那这样来这样我赚吗？这一包好像换算起来大概也是8块-10块啊，其实因为一包里面有5包啊，5包，对啊，然后5包大概我印象40几块，40-50块啦，那都10块一包10块一包啊，其实我们比用买的也没有比较亏啊，你看都10块一包10块一包，2包的、啊、10块2包，我气话买呀、啊。哎呀，它都会粘，它因为它爪套，然后爪力看很强，它都会粘，所以不要二手，直接包到底。我啊，哇，啊，亏了，你亏了，这下亏了。啊，你又亏了。最后十块，我们只是打爽的而已，包到底。啊，再10块。你这一包有点贵。这一包最贵了。有了，屁啦！好了，不要，我们只是爽赚一个出货感、嗯。然后你看，2、4、6、7，我们这样就7样啊，7包。嗯，然后你看距离那个只剩下68。这台呢？是什么？猫头鹰啊！我们上次不是有看到猫头鹰？哦。炖起来。他写夹三送啊，啊里面就2个而已，里面要送什么？那个就是被人家夹走了没？然后他原本可能里面有3个、4个。就有人把它夹走1个、2个就没了。哎呦！他站在前面的话可以包到底，1、2放。来了吗？然后我再拖一下这一个，全包。快丢！1、2、6。哎呦！哇！拖拖。直接攻他，他会拖。你的后旁会不会拖？正旁都会吧？哎，刚刚是后旁的。正旁拼极致吧，应该是可以。我要拼空空。来了，空给你看。哎呀，差几点嘛？不够饱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他刚刚那次还不错、啊。就这样可以耶。极致饱。后旁有没有？后旁会不会放？会，我觉得这台会放。这台镜不难，破！哎呀，靠！躺着了，尴尬，还是要左右全包外丢？怎么可能？一、二，弹出来！哎呦，好了，叫你夹猫头鹰啊！哎，后旁哎，破！靠！有机会吧？
来全包，一二外丢。它全包，它就是一直放原地，或者是往前一点。哎，脱钩。喂，哎，好走了。左右盾全包。啊，完了完了。啊，没有全包到啦。完了。你为什么没有全包到？不管怎样，它爪子转掉了。越跑越进去。应该这一台应该是能出的啦，只是我怕东西太少了。它就走就两样啊，整台鬼台啊呢，里面就只有两样给你夹，但是应该是出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哇塞！快！哎呀！超薄！来了，一二弹！哇，弹进去了！哦，画着了。这个有了吧？有了啦。有了吧？终于夹出来了哈！哈、哦、哈，夹出了一个。我们刚刚那个捏的蛮那个呢，蛮极致的一个角。再不出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去打一下其他的。嗯。来，我们来打一个玩具台。哦，这个甩幅很顺的。是啥？哎，甩幅很顺哎。不过为什么甩过去会有一种很顺的感觉？你看有没有？一、二，外丢。怎么没有直上啊？它前面那个太高了。对啊，前面刚好高一截啊。哎呦，弹过来。哦。弹过来。哦。总会自差了吧？逆过去。逆这一堆啊。哦，这不是，这是什么？电风扇。来来来来来，一次夹两个，出两个。快丢。啊呵，靠腰。啊。早知道刚刚捏薄就好了。你呀、啊。我想要一次这样子啊，两个有没有？拖一个。我想要一次这样子啊，两个有没有？拖一个。嘿、欸、嘿嘿。你有夹三寸哦。哎、欸，我才夹二呢，那就我们就把这个后面啊，这样。都鬼，刀鬼。拉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哎呀！来了来了，捏薄，捏薄，好，有了，加三嘞，加三送这个、哦，对啊，哪一只比较可爱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来一个出货感，剩下我们有加三，剩下那嗓音重，还是它插太紧的关系？买呢，我们还有其他台啊。啊对齁，来我们好了，那我们去试一下其他台好了。插蕊蒙蕊，可是那一排要倒勒、欸、哦，我这一排再把它让它倒，它上下面有插一个，那个应该是保护它们的，但是应该是可以倒。哎、欸、哎呦，那个没倒。我好奇下面那一个藏的是什么东西耶、欸、它下来了，它藏的那个有上束带。哎、欸、你列长颈鹿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跟我讲。长颈鹿啊。那是什么的长颈鹿？它要干嘛的？欸、好像挺高追的，那我把那个夹出来。来，这个撞它，撞。哎呀、哦！来，这个撞它，撞。哎呀、哦！直接五个、欸，直接夹五啦。夹五上。变这一只，变这一只。来，猎长颈鹿，来，我帮你咬、哦，我帮你咬。好像不太需要。长颈鹿，长颈鹿的全系列。来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甲五还要不要拼个？有没有甲六？没有，就只有甲五跟甲九。哦，那算了算了算了。快，那你说算了吧。来，加了五样。哎呦，一二三四五。哎，五样小玩具，然后再拿这一只甲五送。绿色那一只是什么？要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绿色好大只哦、喔，到时候要送人也蛮不错的。甲五，甲五送这一个，然后我们晚一点再传给台主，好吧？因为现在还早，应该台主还在睡觉。嗯，哎、欸，骰盅，过年要到了，骰盅要再加一个。上次我不是才加一个吗？有吗？有啊，上次有加一个骰盅，来卡爪，自杀平台。过年要到了，洗巴啦，洗巴啦，洗干没搞啊？哦哎、欸，嗨嗨，早啊早啊早啊！那个可以吗？哪一个？在旁边。哦，这可以啊。
就说，对啊，所以那个、欸、有没有夹送？夹夹三送三哦，还是要夹四？夹四是那一台。哎、欸，我们把这一台的东西都把，哎、欸，万花筒，这是万花筒，是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久没有看万花筒，你怀不怀念？啊，你有怀念吧？还好。以前不是万花筒那边看它一直转吗？啊，你把平台弄走了。不会啊，平台又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我们一起转。哎呀，夹三，夹三哦，夹四啊，夹四那个比较好一点。哦，等下放这个是给人家拉吗？太卡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动哎、欸，有动有动。来，我把它贵州给压压软。破坏。来，靠，你马达被派去啊？靠。算了。应该不会啦，夹可以夹正门那一个就好了。好哦，打出一样。那夹四样，对，没错，四样就四样。我们这边只是拼夹送的啦，你看四样，一个骰盅、恐龙、牙刷。牙刷。接下来，剑塔、酥鸡蛋。小鸡，然后拿那个夹四。哇，你手高管。你想爱。来，你想爱。你以为我拿不到吗？拿不到。KO 照拿。车车，哎、欸，不是消防车。消防车夹四送先当日，然后我们再巡下一台。嗯、你看这台夹二送这个，我可以这样子啊，你看左右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卡。靠！我以为他是要包屁股的那种卡。来了，出一样，这下出了吧？哎呦，你看，差点两个一起出啊！哎呀，差点直接拿两个。走，哎、加油！我傻眼了。还这边说，哎、欸，不要，这东西太少了，不要，30块。我傻眼。好爽啊！来，你看，加二送这一只。嘿嘿，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来，我们发现了下一台，这一台有个夹四，它可以练那个，这算是练哪里啊？腹肌。好，我们就好拼这个，来，整场的夹送把它夹掉。可是夹这种香水台的话，我会比较担心。怎么担心？太轻了。因为香水有的台主，万一他香水他把他爪力调很弱的话，其实香水会很难夹。但是这一台我刚刚看他爪力还不错强，这应该包下去啦，他应该爪子应该不会抓到他。整个插过去，爪子应该尿一下就出来了。来，爪子抓不住，靠！他是这样换边的。他是抓不住了，但是他怎么跑那边？来，再来，哦，三个一起，有了吧？哦，嘿啥，那叫 King， 来了吧，有了啦！哇，它这个小条的都超轻的，如果你是夹这种，像这种有没有？这种绝对很好打。哇塞，你这个夹那个长的，夹那个长的绝对好打，长的那个绝对不会轻。来翻，来了，哇，夹那个。它只有这种啊，这种，这种就不会难夹。哎，这样算一个吧。厉害吧？这样算一个吧。哎，有过电就算。对啊，哎，凶狠呐。是不是有过电就算了吧？对啊，我加一个束带啊，还给我消保。有啊，像这种，你要挑这种打，它只要是这种的都不行。这种的话，除非它爪子抓不住，吼一下出来。这种应该可以，这种应该是可以打。怎么没花出来？射！哎，我拿那个来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第四个在这里。算了，我这一次活这两只，看哪一只会出。活两只呗。好，有了啦！哇！我是不是跟这台无缘？好，我就这一下，这一下如果没出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就这个，就这个。看来还是要来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这
都说你知道了。好出，来有没有？摸它，摸它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其他其实就是要用摸的。摸着就好了啊！但是用摸的只能挑这种了，你挑那种我们刚刚夹的那种小小黑黑色的那个不行。可是我要先把这个洞补好啊！啥鬼？不是吧？这样也要坏？坏了，灯。哎呦，怎么会坏？然后。夹一个束带，我只有夹两个出来而已、啊，就两个啊，所以我才想要拼那个出来，然后再夹一个其他罐。哇，强迫结束。好了，我们夹完了，然后我们夹了非常非常多，你看夹了这个，然后我们无意间发现科学面台竟然也有夹送，上面有夹25啊，夹几夹几，然后我们夹总共夹7包了，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夹5送。然后这个公仔夹送，然后这边这么一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一场几乎全部的台子都有夹送，我刚刚往上看了，几乎。那、啊、这椅子算吗？这椅子算，你有种拿走啊！好了，我们总共夹这些，虽然我们夹整体下来夹不多，还好，我们大概夹1000出头块吧左右。最后是被香水小电了一下，但是我们应该照理来讲可以夹4啊，只是机台坏了，我也还要再密对，还要再密台组处理的话，那个我觉得太麻烦了，就这样子吧。然后还有这两罐香水，唱一下，还有一个塑袋。对，我这样严格上算夹3吧，我这个束带我过电眼呢，我夹100多块出来再过电眼应该算吧，但算了，我不想要去凹这种东西，算了，就没差，无所谓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就夹这些吧。嗯，我们来到一个新场，这是网友推荐的，他那时候就推荐说仁武啊，有一间叮叮药局对面有一间新开的，然后我今天是刚好，我今天准备要去男子那边附近，然后刚好顺路经过这里，很顺路，就我们是直接。我们是开车到这里，然后这边有一间新的，然后我们才看到对面有叮叮药局，对啊，是无意间我们没原本没有特地要来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就夹这些，然后我们就抽奖送这一个吧，猫头鹰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它盒框还不错啦，这个猫头鹰应该是蓝牙音响，然后就送这个猫头鹰送给大家。好哦，那这个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